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舒漾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拍一期我跟 Cookie 们的故事。然后昨天刚发的嘛，所以今天给大家来 reaction 一下。对的，来，我们来看吧。Funny 龙哥在做 wave。我来了个后空翻，哎，妈呀！哇哦，music，哎，完了，Pokemon 看上我了，难道是嫉妒我的美貌和才华吗？哎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开始掉渣了。我一口就把它给吃掉了。魔鬼的步伐，哎，我啥时候会 breaking 了呀？这不应该是龙哥，难道是龙哥教给我的吗？哎，哥，我们都睡着了耶，我们俩还在跳。Lemon 正在画画 ，Pinkmon 跟狗狗还有龙哥他们正在睡觉 ，Eggmon 好像是正在玩游戏吧，挺像泽宇哥的，这个坐姿，挺像泽宇哥的，反正。哇，他们跳得满头大汗。哦，难道这叫做不跳不相识吗？哎，他怎么了？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哥们，哎，拿出了我的草莓酱，还有蓝莓酱。然后帮他组合到了一块，和他粘到了一块，哎，他好了，哟，哎，这是什么呢？书 ，monster， 哇哦，这是我们六个人个人的最后一张了，我居然是第六个，哇哦。好酷的哦，我感觉我自己太可爱了。然后怎么说呢，我以前舞蹈 battle 的时候就总是拿不到第一名，拿不到第二名，就总是可以拿个前十啊，或者能进个海选，可能因为当时还不行吧。然后当时的龙哥、加五哥、奇哥他们就是他们想拿冠军就拿，就很佩服。然后哥哥们也就是有时候经常在宿舍里边，有时候也就自己点个就跳个音乐，然后就在下面一直蹦的蹦的，然后我做裁判，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给我塞个糖，他说，哎，说一会儿选我，一会儿选我，他说啊，那好吧，然后就吃了糖，然后就三二一，哦，对，就是。然后今天我的这位好朋友Cookie Mon， 对，最近有很多 boss 都说他长得像煤球，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的好朋友呢？对吧？好不容易交个朋友，你还要在这边说人家，让人伤心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哎，什么明天见？拜拜，明天不见哦。